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各位贵宾以及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雪琪，非常荣幸能够主持今天的这场活动，也是欢迎大家来到上海新世界城，能够共同见证 SK2 上海新世界城的专柜全新升级的一个揭幕仪式。SK2 呢，也是作为享誉全球的高端护肤品牌，始终秉承着对美的不懈追求，对品质的极致坚持，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由内而外的美丽转变。好的，话不多说，那让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到 SK2 大中华区负责人、全球销售副总裁恩鼎王王秉辰先生上台。那个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我是 Andy 大中华的 SK2 的负责人、全球销售副总裁，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好的，谢谢 Andy 先生，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到了 SK2 的品牌故事以及对未来充满着期待。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我们的粉丝朋友们的呼唤声，是不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重要嘉宾啦，我们的才华横溢的人气艺人 Amber。Amber， 欢迎你啊！我真的是，我感受到你粉丝的热情，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我是 SK2 的品牌挚友 Amber 刘玉云，你们好。哇，我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啊。最近在忙什么 Amber， 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结束我的全球巡演，No More Sad Songs， 和最近在准备下个专辑，所以哇，好期待。最近在 studio 一直在忙，在写歌，再拍一下。不停地一直在用。听说我们 Amber 在学中文说神仙水的时候，神仙水，对对对，现在发音越来越准了。谢谢。叫神仙水。神仙水，我真的练了几十次。但是我感觉你真的说得很好很好。谢谢。那所以就是你的皮肤紧致光泽又有弹性，它的秘密武器是不是就是神仙水一样 ？Be yourself. Yes. Be yourself.、Yeah.然后我们也刚也其实有听工作人员说你有尝试一下咱们 SK 的一个新的仪器 MMS， 是不是？对，怎么样？非常好。真的吗？能够悄悄告诉我测的怎么样？挺好的。这个是不是又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Yes， 我可以说吗？可以说。查到我是这个，我皮肤，是皮肤26岁。哇！耶！但就是 Petera so easy， 是不是 so easy？ 那 Amber 果然就是集颜值和才华于一体。对，那你们知道 Petera 的话，其实 Amber 你不知道知不知道，它其实会有一个起源故事，很精彩，知不知道？是哦，我中文等一下，是因为有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国际工人，他在工作的时候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他的脸可能有皱纹，可是他的手的皮肤非常好。天哪，你怎么什么都难不到你？大家掌声来。第3到5个点，这样子就会拍一下，就很轻轻的拍在这里，这样子。我感觉，哎，真的很快就吸收哎。你刚刚因为我看你滴了也有好几滴，但很快就吸收了，是不是？所以你平常是不是就是也是会湿敷它，也会滴一滴，对不对？对。哎，你知道吗？其实神仙水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护肤水，它其实是抗老的精华水，水状的这个抗老精华，而且它的每一瓶，就这每一瓶里面，它有90%的 Petera。对，每一瓶90%的 Petera， 所以说刚才 Amber 是不是迅速就吸收了，对不对？因为它里边的这个因子和我们人类的这种肌肤的天然因子的分子结构非常相似，所以会让你更加好的渗透。对，怎么样？感觉到皮肤好像更亮了？谢谢。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Amber 的皮肤更亮更美了？
年龄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对不对？我们只要保持到我们更加自信和自由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的皮肤经常用神仙水，是不是？对。